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6:20，然后准备要去上海火车站前往西宁。终于到了，坐了31个小时的火车，终于到西宁了。刚才吃完了面，然后现在来到东关清真大寺。现在我回到西宁火车站，然后等我的朋友赵凯跟爽，然后待会一起搭火车到拉萨。现在在走。哎，你好新啊！你比我还新哎。我没东西。不知名的路桥。哇哦，哎，比我来的时候的厉害。餐厅吃饭，但是太多人了。杨兆凯的 iPhone， 你吃这个最难吃。快到喽。我们刚才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去。不错哦，至少有点装潢的感觉。对啊，还不错哦。这个比阿里山的还好。看，我是说，我想说跟我爸妈去阿里山。厕所介绍一下，冲个水先。出门喽。我去那个。去哪？神力时代馆。我们现在到了市区，热闹的市区。走这条啊。
很热闹哦，很热闹哦。好、哦，现在晚上八点，天还是那么亮。对面过马路吧。超酷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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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酷